无论你是忠实 fans 定系还是间中睇波，都欢迎大家收睇下。观众席上面睇落就座无虚席噶啦，咁见到啲缤纷嘅色彩，同埋都几嘈下嘅，听到可以睇到每一个人咧都系非常之兴奋啊！圣西路球场一直都是米兰的堡垒，见证住他们光荣的历史啊！场波开始了噃，保罗大班啊，传得靓啊 ，keeper 嘅，嗱呢一招 work 啦。有機會反擊啦！一開始反擊好好噶，不過有頭威冇尾陣。啊，睇唔睇到有隊友咧嚇？睇嚟就似越位嘅，啊係啦，冇錯啦。咁邊個球員係最能夠左右到呢場？起腳，艾達神摩拉斯捉曬路啊！哇，救得真係靚啊！哇，呢個門將反應真係快過只貓。中村俊輔一如以往啊，去負責處理，攞到第一個角球啦，開得靚啦，好有機會入波噶。有個反擊機會啊！呢啲情況你唔入，隨時人哋入翻轉頭啊！佢又試下遠射啊！呢球波真係應該入㗎。唉，呢個距離都係試一試嘅啫，好過冇啦。三浦之良，唉，呢球唔錯啊，分去右翼度，唉，跌倒，哦，成功搶走啦，開界外球。好明顯有一隊咧踢得比另外嗰隊好噶，唔錯嘅開始，佢哋控制曬個節奏啊，有機會射啊！啊，後防踢得好好喎，完全唔俾佢咧轉身起腳射門啊！保羅大班啊，哎，好快搶翻啦！朴智星，咦，防線有個漏洞喎。教炮啊！教正對方嘅後防啊！亞舒拉夫睇實邊個喺前邊啊！成個反擊都唔錯噶，如果入咗啊，呢球係世界波啦！個波咧而家喺埋門，入波啦！入波啦！入波啦！有翻啲突破啦！真係夠曬冷靜，攞得好準啊！呢球波勁啊！佢都好似冇望龍門嘅。僵局打破咗，而家基利安麦巴比起脚射埋去，呢下救命啊！俾波嘅路线又明显得滞嘅，反击啦！嗱，俾系俾咗啊，不过真系俾得麻麻咯。后锤一摇入波啦，睇落咁容易嘅，对方连凳尾都望唔到啊！嗱，佢哋喺中场失咗个波之后咧，好似突然之间唔知点做，冇晒反应嘅，咁啊眼白白睇住个波入网啦。佢哋攻入今场比赛嘅第二球，入到第二球咧就你话晒事啦，你想继续进攻又得，你想慢慢守又得，射门。值得試下嘅，不過就運氣唔多夠。呢個波咧，其實射波都唔係話唔得嘅，不過射成咁，咪即係同人解圍一樣。三浦之良反擊嘅時候唔夠專心，失敗機會咁樣浪費，失敗。個波而家喺米希達里恩度啊！哇，有驚無險啊！做乜咁大嘥啊，後生仔！冇機會嗰陣時又話冇機會，而家有機會啦，又把握唔到。三疊分，
法兰基迪庄。明明有咁多选择，点解会咁样拣噶？到喺基利安麦巴比脚下，三浦之良，野传得唔错啊！成个反击都唔错噶，如果入咗啊，呢球系世界波啦！哎，难得好啊，将个波送去侧翼，有机会突破。有机会埋门嗰下啦，可以去庆祝啦！喺上半场嘅最后阶段入波，个 timing 完美啊，简直喺正个龙门前面点射都入啦，系嘛？嗱，呢个比波咧睇落就易啦，但其实要好有足球智慧先至入到嘅，一啲都唔简单。AC 米兰呢一场波仲有机会噶。我想无论球队定是观众都觉得应该有机会追平的，这个时候不用怕，反击的时候不够专心失败，机会这样浪费失败。他有机会发起反攻了，尝试走位配合下米希达利恩，球证吹鸡，咁啊话上半场完咯噃，两队都有进账，咁啊争持非常激烈啊，咁啊两队夹埋入咗三球波啦，睇下经过中场休息之后会唔会都仲系咁刺激啦。嗱，半场系2-1啦，不过边队赢咧都唔敢估嘅，睇下边队入到下一球啦。踢完上半场咧，稍稍占优啊，领先2-1。Attenzione, un cambio.下半场开波啦，呢啲走位后卫头痛啦，揿脚地波有机会入波，入球出现，领先两球都几难俾人追到啦，真系唔怪得个龙门噶，你睇下佢前面俾队友遮住晒，点都救唔到啦。教练呢一个换人决定做得啱啊！嗱，後備上陣有咁嘅著數啊！企得米希達利恩踢咗出嚟啦，杜本潤一，球證吹停，吹翻轉頭啊，俾翻張黃牌。是他们今场第二个角球，对手暂时未有角球，很重要的拦截，喂，餐屎啊，危机解除了之后就立即反击了，这种打法就是有这个风险的了。三叠分，基利安麦巴比攞到波啦吓，好关键嘅解围啊！一开始反击好好噶，不过有头威冇尾阵，截走咗个波，个波嚟到保罗大巴拿脚下啦。基利安麦巴比唔会想输噶。做乜咁大嘥啊！後生仔，冇機會嗰陣時又話冇機會，而家有機會啦，又把握唔到，好容易啊截到。伊東純也，睇俾唔俾到個靚波先。龍門球啊！啊唔係角球之爭。佢哋第三个角球啦，对手今场波咧仲未有角球噶。够晒警觉性啊！
掂唔掂咧？追波啦，射门啦！大班啊，系突破嘅好机会嚟噶，带到个波上前啊！而家可以点先？一开始反击好好噶，不过有头威冇尾阵。想要个波，个波又嚟唔到。反击嘅时候唔够专心，失败。机会咁样浪费，失败。哎，呢个波唔够力啦。个波咧喺拿达鲁马天尼斯脚下。明明有咁多选择，点解会咁样拣噶？哎，而家可以反击啦。保罗大班啊，费达力高基艾沙立到个波，仲有时间，俾人偷咗个波啊！三浦之良，下半场都过咗差唔多成半个钟啦噃，成个反击都唔错噶，如果入咗啊，呢球就世界波啦！好，抢咗个波啦！咁都俾你估到啊！费达力高基艾沙同对手单对单，呢球波控得好啊，不过俾后防抢翻。有机会就系要试下咁样突破噶啦，今次唔得，下次嚟过啊！喺眼前都几多选择噶，呢个波俾好些少嘅话咧，会系个好机会嚟噶。我觉得本身嘅构思咧系唔错嘅。三浦之良向串阵师，哎，这个反应一流啊！反击的时候不够专心，失败，机会这样浪费，失败，拦截成功啊！一开始反击好好的，不过有头威没尾阵。拿达鲁马天尼斯攞到波，明明有咁多选择，点解会咁样拣噶？马昆奴斯、中田有机会反击啦！喂，前面有空位，系咪要起脚咧？完全阻唔到佢哋啊！哇，过得靓，射得又靓，俾佢有波入啦！呢個波啊打得靚啦，除咗夠冷靜之外咧，仲要之後最後嗰個射門咧處理得好。